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。有多特殊？给我们一个灯光 please。 我们要一个和偶像剧的灯光。对对对，谢谢老师。第一，我不是拽，我是愤怒女人。你到底是哪位啊？奇怪啊，我不叫女人，我叫周英雀。嘘，别说话。如果你再跟我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，我一定会让你变成猪头。真的好吵，你吵到我的眼睛了。而且你再这么吵下去，我都感觉我要失忆了，但我现在不能失忆。牛。